龙火三雄，霸气神鸟快做退路，陆木君、薄小亭、苏里三郎共出交机。穷归来，归地了归肩头，求妖灵不速。怎样？干嘛？正傲宝剑，现在该怎样办？手机熄灭，还要问别人吗？哼，只怕奴家红丝不起大牙。哈！谁人该死吗？接球连手，率从秋公脱队。大君，咱一同离开此地吧。大君，你走吧，别再来这。此地不是你该来之处。那你呢？咱早已经是不同路的人了。你不走，我就不走。如林，快进去！老的来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但现在有机会，快离开！慢了，就来不及了。特工，你也是真在意我的死吗？你的心内也爱着我的死吗？我不。你骗我！那么你为什么这么紧张？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开？今日我没得到我的答案，我绝不离开。如林，你一个怪兽，倒回便是生路。今日眼前犹如一座巍然高山，难抵难越。再一场，演员就笑，真是将我不奈。一惊前，一恐怖，龙红印。哈！西风是惊天波点。一所人的竟是虚空面，不堪一击，再来。您不过来，那我归去了。强兄弟，俺已汉东，要将红烛第一引，竟是兄弟之处，心家动魄。鲁木君三人顿寒孤为之势，只能多一招了。哦吼！灭穷，七龙书幽冥，好、啊，好、啊，我一点啊困了。妖精无形，雷动三江，红石惊天，虚空震裂，马红将。
再战，就要逃脱。有何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讲过，穿过我的神奥，就是我路。因害死了队友，那是自己的本事无够。你无穿过其他人。你知影我的故事？回去。